样的关系啊？经过怎么样的治疗？我原本来找陈医师想要戒烟，然后陈医师介绍我说我要吃这个八三八，不但可以戒烟，还可以减重。那一个月之后，烟虽然还没有完全戒掉，但是已经从原本1.7根降到1.3根。原来是什么？原来是八十八。原来是八十八，现在呢？现在是82，体重降6公斤。吃这个药，除了第一天会觉得好像有点咖啡喝太多的感觉。第二天开始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，食欲减少很多，而且会不想吃肉。我以前很爱吃牛排，但是在闻到那个煎牛排的味道，感觉讲很喜欢吃青菜、肉、吃这个料会把你的食欲提升，主要会让你食量变平衡，四分之一。看到这种比较重量级的肉类，会觉得厌恶感。这样的治疗效果如何呢？